工商服务一下 ，OK。好，我们第一个工商服务啊，是耀眼我们的年度大戏，就是《劝世三姐妹》。我们在1月6号、7号、8号，总共有四场在魏武营的戏剧院，然后我们应该是有宣传片，来来，宣传片请走。哇，大家一起看，蛮酷的。就是我们这次编剧子琪，他这次化身为演员，在陈嘉生工作室，他演的是阿北《勉强的爱》，在11月25到27，然后12月23、24会有演出，那一样有宣传片，没事啊，他们来，马子琪，阿北，阿北，哎呀。小易，他这一次在风戏月啊，台湾有个好莱坞不同凡响版，担任的是作词还有编剧协力，然后一样在11月23到12月18有售票演出，一样影片请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下一档，就是我们的遗憾计划 Project 2。好，那它在12月10号，还有12月11号会有售票演出，那这边还有票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买。然后没有，所以我们继续。好，尴尬喽。好了，我讲完了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谢谢一下，谢谢一下我的所有，笑太开心了。我谢谢一下我所有的技术人员，舞间佩君、舞台设计言行、灯光设计月翰、服装设计新娘，还有我们的舞蹈设计婉仪，然后还有群演，舞蹈设计王。设计 Tony 哥，然后还有我们的歌唱指导 Steven。